给大家见识一下国服选手的水平啊。昨天粉丝又给我发私信了，问我最近一直在玩的是个啥游戏。宝贝们看好了，在这个游戏里面你扮演的是一位天神。作为一个神，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开垦荒地，恢复村庄。哎，你们为啥要做这些事儿？当然是收祭品了。快把你们的祭品都交给天神大人吧。